小哥把地卖给小姐姐，结果爆笑全场。眼里做了美丽的噩梦，每天学习就像做噩梦，像今天我的作业还没动，背书就是学渣的黑洞，都怪我自己没用，我的数学不会，语文不像，背一道上课我就打瞌睡，唯有体育不会觉得累，体老师不上班是什么